这是给你的。金什么提名是什么意思啊？金榜题名，以前的科举时代，如果考得好成绩，名字就会在一张名单上，这个名单就叫榜。金榜表示第一，最好的。希望我考第一。我在这里祝你的 PSLE 金榜题名。我的名字没在孙山后面就好了。哇，名落孙山你也知道？ Of course， 本地可林教过啊。哥，孙山有 classmate。孺子可教也。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孺子可教也的视频。